大家好，今天吃一个卤猪脚啊，再放一点小蘸料。哎，来吧，咱要守规矩，老铁们先来一块，特别烂了。哎，刚卤了有点烫了，看看，刚卤了有点烫。大家好，今天吃一个卤排骨啊，先拿起老铁们先来一块，老铁们先来一块。老爽了。大家好，今天吃一个红烧鸡翅。哎呀，爽！这个鸡翅配可乐真的很舒服。